怎么过？官媒选择放送造神影片来歌颂领导人金正恩的辛劳。影片一开头就是金正恩沐浴在落日中沙滩上的马背英姿，而这部纪录片长达110分钟，题为2021伟大胜利的一年，细数了平壤当局过去一年来的成就，包括各项的民生建设，还有坦克实弹演习，展示军武设备乃至于飞弹的研发进展。而金正恩主持会议还有下乡等画面，搭配旁白感情爆表的叙事声调，还有庄严的背景乐，全片极力呈现他如何在新冠疫情和国际制裁的双重夹击中带领北韩挺过史上最艰困时期。而影片旁白尽管没有直接提及金正恩瘦了不少，却不忘多次强调他为人民分高祭鬼，四处奔波。천만자식들의운명과미래를지켜시련의눈빛바람다막아주시는강의하고옥세인아버지모습이었고자신의한몸깡그리녹이시며인민의모든꿈다이루어주시는고생많고근심많은어머니의모습이었습니다然而金正恩为了展现体恤民情，在雨中撑伞视察工地走下阶梯的时候，却显得步伐缓慢不稳，甚至有些踉踉跄跄，却再度引发揣测，让外界担忧他的健康状况。环新闻陆小平综合报道。日韩焦点全面掌握，东亚局势全球关注，新时代的区域竞合，台湾 in or out， 每周四晚间9点，环宇看东亚，带您探索东亚政经脉动。